那再来这一趴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很多有关今天能量满满的有关企业取名，还有有关企业的风险。因为最近，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之后呢，还有上之前前面的那个居家办公风水实务班的时候，都有提到公司的命名跟公司的什么整个气场。那偏偏现在很多大企业，包括脸书有没有？脸书还是像 Google 有没有？都在裁员呐。当然，它是一个趋势，那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都有来来去去。但是很多企业主，包括我们越南的这个吴总，还有包括我们那个丹尼老师，香港的哈，还有我们台北的夏总，他也曾经跟我们讨论过说，目前整个大环境怎么去做立足于自己的什么本业，然后要去还是要去观察整个世界的脉动，尤其是在这种科技界，在这种人工智慧的这种跳跃式的发展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工作饭碗，我们自己的本业的这些业务呢，是不是会受到影响跟冲击呢？哎，我们果不其然，我们继续看下去。来，企业取名呢，我们先以长江集团为主轴，因为长江集团，我们李总裁在2004年慧眼识英雄，认识了一个人，一个年轻小伙子叫祖伯克，也就是我们脸书的什么创办人。然后我们祖伯克很有什么福气的，就是他跟我们这一生的福气跟福报嘛，他就遇到了一个天使大投资人，行家，天使大投资者叫李总裁，于是就大大的这样鼓励他，你好好的把它经营下去，我做你的大股东，但是我不干涉你的什么，你的经营的主控权。你看我们李总裁是不是大人大量，有那种大气压的宏观。跟那个什么度量，让年轻人这样去好努力，所以果不其然，脸书各位知道吗？脸书的大股东，最大股东就是长江集团，哦，这是早期的话，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些持股，哦，就用那个转售，但是这是成功的案例哦。那我们先来讲，那脸书自从这样子，透过我们李总裁的这样一个大力的资金挹注之后呢，加上他自己的努力，果不其然也。得到什么？一个实事的推进，大成功来。但是他现在有没有竞争对手？有没有瓶颈？有。那我们现在还是以长江集团这个企业投资的风险为一个主轴，好不好？然后带出 Google 也好，还是像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OpenAI 有没有？就是那个 ChatGPT 有没有？来做一个什么姓名学的什么整合？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主轴啊，企业名称啊，还有我们那个李总裁的大名啊，到还有什么一些。他企业内的其他的什么第二代接班人的名字啊，哦，所以我们还是很中规中矩的，是以我们的主轴的本面的姓名学的主轴为主，哦，然后再来谈论到什么企业的风险跟什么企业的什么投资组合，好不好？来，很快的哈，哦，你看看一下，那这边你看，既然讲到名字嘛，他不是要改名吗？各位注意一下，2017年7月14日，长江实业地产晚上宣布，哦，你看呢？我们李总裁在宣布事情都会什么择良辰吉日，所以一定要晚上，不是白天啊，哦，一般是白天，所以记者都比较辛苦一点啊，哦。因为其实2004年的时候，其实袁仲老师有这个因缘，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讲陈良大师嘛，他们有些弟子哈，哦，我们曾经有联谊过哈，哦，就在有来台湾，那时候就有稍微在聊有关要投资脸书的这种有关这种网络事业的啊，哦，的那个一些。我们在企管规模时就这样交流过，所以说是一个大成功的一个案例啊。那后话我们再来聊啊。来，你看他这样长江实业地产就宣布成这样，因为他要上市，要跟其他的上市公司名称 CK，因为 CK 就是他们，你看他的 logo 就是 CK，要一致性。所以你看一致性重不重要？就像我们早期讲的宏基有没有 S，S 他为了要讲跟年轻人的市场能够更接近，所以他慢慢的把那个颜色啊、图案都。改的比较年轻化，用那种草绿色有没有？比较年轻有活力的那一样，CK 那听起来就这样，你看就变成这样，CK Asset Holding Limited 有没有？Holding 就好像是管理的意思，掌握嘛。你看 Asset 就是资产的 Asset 啊，就资产的意思。好，原名叫什么？你看长江啊，成功 Property 这也是资产的意思，Holding Limited，但是它就改什么 Asset 对吗？就统一嘛。哦，把它统一化。好，所以改名，企业要不要改名？它是有所本的，有时候是为了统一管理、统一的名称，还是统一的一个什么
一个标示，一个 CI 的一个什么一个统一性啊 ，CI 就是那个企业标示啊。好，所以原名为什么？长江实业地产，那现在就改名为什么？长江实业集团，那实业嘛，你们听过我们中山先生的吗？那个实业计划有没有？其实真的我们要赞叹哈、啊，其实我们现在内地目前这些高铁计划，这种三横三纵的这些高铁大计划，其实都在跟中山先生早期的这个在那个实业计划，他讲的那个民生建设里面的实业计划一样的，所以你用实业是感觉上就是那种大格局，就整个国家大方向有没有？整个世界观的那种感觉，所以说用实业是对的。所以袁隆老师在帮企业取名的时候，尤其像这种大集团，袁隆老师都建议用实业，企业也不错，但是你用实业会更扎实，更有所本，更有那种文化的底蕴，好不好？更有那种文化，企业文化的那个什么，那个深厚的根本的那个底蕴，好不好？所以记得用某某实业，哦，当然你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像润泰。还可以改成润泰实业也可以，因为他有做房地产的啊，所以袁仲老师要是有机会，下一次下个月去跟那些大老朋友，就是那以前都是我的那个大学长哈、啊，去跟他们聊聊天，哎，不妨一样，我们也来一个更名哦、啊，添个名呵呵，好不好？因为上市公司要更名，大动见观瞻的，那个不是小事啦、啊，啊，所以长江实业集团，好、啊、，OK，好，来，很快的。李嘉诚北北对不对？李嘉诚北北，我们现在重点要看右边这边，好不好？我刚刚不是讲吗？我们既然讲到李嘉诚总裁他的成功，他是电子哥的，但是他讲人脉很好，但是他很谦虚，他说他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你看多谦虚。但是他讲他可以广纳贤才，广纳雅言，有没有？广纳商机，所以大成功，好不好？所以电子哥人也是名望哥，所以大家都很挺他。没有他早期在做房地产的时候，大家所有的这些地主也好。他只要登高一呼，大家讲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招牌，一个信用的标章，大家都会跟着他讲一起来投资或者做大建设。果不其然，这个内地的朋友就知道了。我们长江实业集团在内地啊，不管是从南从东莞、杭州，对不对？福建到上海、天津到东北，甚至到那个大兴啊，都有他们的。足迹跟他们的产业哦，很成功，很成功啊！包括还有国外了，像英国伦敦的这个有没有地铁啊？那个地铁连火车站都买起来了，不得了，做整个那个 lobby，做那个购物大中心哦，在全世界都有，所以大成功。所以我们真的祝贺啊，这么好的一个大企业主，这么大的一个什么福报的一个大企业主啊，就是活生生在我们的眼前，一个大成功、大成功者、大企业家啊，也是一个大慈善家，我们要赞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福德。整个在怎么讲？运作在他的二代，你看李泽钜是他儿子，哦，还有个李泽楷，李泽楷就是常常有一些那个一些新闻嘛，哈，那是李泽楷。那现在目前挂名的这个总经理呢是李泽钜。那我们就看李泽钜，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格局派了哈。李泽钜来，李是七化，17、12，哎，什么格的啊？是不是中广型的能力型的？李泽楷第二个这边，是不是也是中广型的？所以你看，李嘉诚总裁他本身是电子哥，他是名望哥，所以他已经有很深厚的基础了。然后让接班人都是属于那种专长型的，而且都是独到学有所成的，是不是就是相得益彰？没有错，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天生一对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叫福报格的啦。这个已经不容袁总老师去多所智慧啊，不用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李总裁他本身自己的努力，跟他自己先天的跟后天的什么努力的一种加总，哇，不得了！我们真的去好好的去赞叹，来去祝我们的这个新的接班人啊，都更大成功，好不好？好好的守成，好好的守成，因为他们都很好的什么国师跟 partner 啊，谁啊？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刚庆有没有看到？这是副手，李泽钜是董事长。这个就是董事局，我们在香港这个叫董事局，我们的台湾叫董事会，今年的高层董事局的什么，都是里面的董事。那甘庆林，看是不是也是中年大大的，而且是怎么样啊？庆大到讲已经可以当皇帝了，所以说能力超级超级棒的。但是呢，他偏偏讲就是要去辅佐他的少东，
啊，就是我们的年轻的老板，还有叶全德，各位有没有看到？是，这不是字都很平均的，是上下都很通达的，有没有？所以你看，袁东老师就要现在要提醒各位的，要看看那个企业，就是要这样看，好不好？就包括我们台北的夏总，有没有？那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真的，我们的企业的副总经理人选，还是我们的那个中央干部每个部门的经理人选，成 CEO，你可以这样做一个很轻松的，哦，还是很正规的一个，这样把它列出来，哦，那就一开始你可能比较没有一个方向，你可以把那个列出来。跟袁总来互相讨论，好不好？其实袁总老师讲白了，我在企业界，老板最喜欢就是跟我聊姓名学。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新任的总经理啊，新任的厂长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先赖给袁总老师，然后再请我去他的最近他的董事长办公室讲喝咖啡。所以袁总老师每次去喝咖啡，都要一边喝咖啡讲，一边讲，在那比手画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满满的，一喝边喝咖啡，还边算数，很简单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叫助理画就好了。哦，所以你有那个电脑程式嘛，就输进去就整个那个五格总格就出来了。哦，所以说真的要善用那个什么工具，因为我们刚刚大家有提到 Open AI 啊，没有？哇，开玩笑，现在不要说那些算数字啊，连都可以，你给它关键字，它都可以帮你写文章啊，还帮你作词作曲啊，还有下，哎呦！surprise 有没有那个物理老师以后写的论文，你的论文，我跟你讲，博士论文就可以用善用这个工具，待会就会提到，好不好？就会提到。来，Facebook，或者 Facebook 成为大股东，但是 Facebook 最近有遇到瓶颈，遇到大挑战，就是谁啊？TikTok，那我要提下面这一张，来，TikTok，然后我们李总裁的成功心法，在预告的时候跟各位看到，好吗？以诚信相交，信誉为本，第二个，目光远大。稳健发展，目光远大，就像他投资什么，投资 Facebook 就是了。甚至我跟你讲，他有没有投资电动车也有，他有没有投资现在目前很火红的 OpenAI 啊也有。我跟你讲，这是商业公开的商业机密，因为这些大老板他们都是天生的天使投资大高手，好不好？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有提到有没有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什么像哈维艾克有没有？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以及什么？我们的那个《纳瓦尔宝典》的什么那个作者有没有？他们都是什么？埃里克·乔根森有没有？Eric Jorgensen 有没有？就根森有没有？他们都是讲很优质的，在矽谷，整个美大全世界都是在随时在注重好的投资标的的。我们李总裁就是这样子啊。那何尝我们的这个？那我有宝典的作者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我们赞叹好不好？说成功者的轨迹值得我们去讲，好好的去体会，然后讲去把它学习啊，甚至我们在财商上把它内化，成为我们自己有用的什么一种生活智慧跟财商上的一个什么智慧啊，好，很重要哈。你看这今天是不是满满的干货哈？好，郑重其事要把第三个念完，因为这是我们的。对这种成功者的一个重视跟尊敬哈，人才至上，即是光荣。有没有重视人才啊？当然有啊。袁中老师供奉其实因为我们学这个风水易经嘛，所以他的国师就是陈朗大师，曾经都来大台湾哦，跟我们这些晚辈，我那么算晚辈了哈，来也曾经跟我们来做座谈过。哦，袁中老师不敢高攀，因为我跟长沙集团并不是什么那个顾问关系，而是我们是因为陈朗。大师的他们本身，我们在做这种两岸三地这种易经学问的交流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几面之缘，哦，真的很敬重他，很客气，饱读诗书，然后又是这么的像个长者的风范啊，哦，才知道说原来他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老板，而，这个大老板又偏偏是他的什么得意的一个什么啊，他呢就是一个得意的一种国师的一个个案啊，哦，所以我们赞叹啊，哦，也因为他的协助，他的这个的辅佐，让整个长江集团不管在地产业的发展，在物流业，在饭店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什么服务业啊，都大放异彩啊，哦，所以赞叹啊，哦，虽然说我们现在成长国师已经驾鹤西归了，已经在仙界了，但是讲的很好的敬重他啊，来，好，哦，赞叹他来第四个。抓住机遇，全力投入，有没有？脸书是不是就是啦？有没有？
脸书、FB 啊，然后 Facebook，还有包括 Google 也好，很多都是我有看到长江实业集团的脖子的这个迹象了而且都是相当的大手笔。来，长江企业集团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二号长江集团中心起，最近七楼也是我们李总裁的最爱。七楼啊，七也是有他的 lucky seven 啊，跟我们那个中金号总裁喜欢那个九是意思是的，好哇哈哈有没有？那李总裁更是这方面的高手，因为旁边有国师之外，他本身也是很喜欢阅读这方面的那个什么经典啊，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很棒啊，很棒的学习的榜样。来这边我们看重点就好了，我刚刚不是提到吗？李泽钜吗？有没有？哦，董事会主席啊，很重要，因为是接班人嘛。那副董事长当然也是大股东甘庆林哦，都是自家人。那叶德权有没有？看这边有没有？好，OK，这边就是看这边就好。好，那现在我要看各位来看这个 logo，看这个 logo 有没有 CK？哦，CK 还是 CA 有没有？CKA 有没有？它就是个 C，然后好像一个 K 有没有？然后这个 A 就是 S 啊 K 嘛有没有？CK 就是它的那个长江的什么缩那个什么。简写啊，好，那下面这张就精彩了，看下去，好，有没有？就是刚刚看那个名字，再附送一下李泽钜、李泽楷、甘庆林，有没有？是不是都是能力型的？那电子型的，好，很快的复习完之后，我们看下面这张，来，CA Group 严格，你看哦，改名为 CK，让它成为一致，这刚刚有提到。那下面重点是，我们这个幻灯片的这个地方最精彩，你看长江集团它的。金鸡母是脸书啊，Facebook 啊，那脸书不是我们的主博客怎样？当时要改名的时候，好像有点不没有事先告知我们那个李总裁，他就现在已经大老板了，所以他就直接就把它改成什么？改成 Meta，各位们一下，所以现在没有脸，你脸书它的 logo 变成这样子哦。来，各位看官来，我们现在互动一下，各位喜欢你喜欢看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 logo？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喜欢你个人认为的哈。他改了以后有比较好哦，我们当然用开放性的哈。你个人你觉得，像袁总老师的话，我又喜欢哪一个？来，我们先来看看来，我看一下来聊天来，那个吴奇老师还有那个在场的哈，我们在场的来，脸书才在去年嘛，他还正式宣布说我要改成，因为配有元宇宙嘛，我要改成 MBTA 了，叫 Meta 有没有？就不叫脸书了嘛。但是他的脸书那个这个 logo 还是照样用。那各位。这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我们现在就来互动了，现在就 Q&A 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就开始 Q&A 了，好吧？因为 Q1 了，Q2 了嘛，对不对？来，有没有人要回馈？好，你用微信上来也没关系，好，微信有人都是，好，像我们的吴总都喜欢用微信的，好，你，好，来，我看一下，好，你觉得脸书 F 本来是 FACE Facebook 比较人性化、比较那种亲民呢，还是改成 META 呢？Meta。Meta 就是元宇宙的意思，Meta 就是那个元宇宙那种概念，也很好。那袁总老师先，我先保留一下，因为我们又从专业的姓名学老师，我们都在帮人家取过那么多公司名称的经验里面呢，其实这个 Meta 还是 Facebook 都各有所本，各有它的优点跟缺点，很客观的。来，好，有人说哈，还是喜欢原来的 Facebook，因为脸书嘛。脸书好不好？好，Meta，你看各位，我现在马上回馈了哈。我们上次在跟那个上海，捷景公司有没有？就是我们正经教练的那个公司名称有没有？我们上海捷景公司捷景，那时候袁隆老师就有讲了，那个捷景啊，Geloid 有没有？那个就是什么？你要那个英文字尽量要出头。讲到英文出头的这个例子，我先再回大家再回忆一下。右下角这个地方有没有听过 TSMC 呀、啊？哦，这个我们那个桃园的那个郑国教练最给袁总给力的，他曾经说袁总老师 TSMC 要记得要拼对哈、啊，不能前后颠倒，没有错。TSMC 就是我们台湾的台积电的什么英文名称，但是曾几何时，他在几年前他是大写的 T 哦。没有上礼拜我提过吗？袁总老师高中同学吴那个吴顾问有没有？他就是在里面当董事长的特助。就是我们吴那个张总裁的那个左右幕僚哈，贴心的幕僚。他说当时为了要把这个 TSMC 的 T 改成小大写，改成小写，
还变成两派在争执啊，在开大会啊，所以改完之后真的有帮助，在整个企业的形象上面，那个能量是有加分的，好不好？但是我们不迷信，因为毕竟科技公司嘛，它不会说它有关玄学，它是讲整个这个什么字形在书写上比较流畅。好，这是台积电的例子。那来，各位，弘里德政，脸书改成这样子，你觉得好吗？有加温的效果吗？然后你要很客观哦，严重老师，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哦。我们，你觉得他从改完名字到现在，是不是有发生很多事情啊？有没有？是不是有加温？还是说他还有其他的因素？你不能说完全是因为说名字改了以后就发生很多事情，这个没有，这个要科学性。但是的确，这个一个公司的整个气数啊，那个气数，那个旺运有没有？跟他的名字的走向会有那个线出来。我们说这样，相由什么心生？那企业的相是什么？就是他的名字嘛，是不是也是从他的内在的企业文化？所以，袁仲老师很喜欢讲企业文化，讲企业的投资文化，就是讲你的文化会现在你的什么？除了财务报表的大跟小，有没有财务报表的文字数字呢？还有就是你的品牌名称跟你这个你的 slogan 也好，你的标语也好，对不对？都会现出那个内在的那种讯息在外面。其实 Meta 用完之后，这个不是听说，就开始就很多投资的失策，因为他就大力的讲往元宇宙去做投资，都是要花烧钱的，没这个方向是对，但是讲偏偏怎样，他又遇到棋逢对手，怎么样？前有什么？前有什么？那个。有障碍，后有什么催兵？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叫什么来？哎，我那个好像没有放在这边。这个也算是哦，这个也是，这就是 Open AI 哦。我们讲，待会我会提到，就是 TikTok 的，我把它放下去，来用边。好，这是讲企业文化，在讲我们那个李总裁的整个长江集团的地产，很精彩。这是本部香港，有没有？香港的大头有没有在哪边呢？在你看，李嘉诚总裁信风水，他相信四四方方的盒子形状的大象可抵挡中国银行的风水，就是煞气，有没有？中国银行在这边呢，就在这边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有点那种尖尖尖戳，有没有？而且他说啊，西沙佩瑞就是他的那个国师级的那个建筑师啊，他说如果如何定出长江中心，注意听283号，这还不是严老师不是在报名牌，这是。我们那个283是那个长江集团总部的楼高，不是报名牌号，先是一项政治艺术。他说透露啊，高度是李嘉诚总裁定的，注意听他有查那个易经的那个大数啊，易经的那个81宿吉凶那个所以他是懂易经的哦。他说要高过旁边的汇丰总179名，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高过他，高过在这里啊，然后但要矮过另一旁的什么？中银大楼37、367在这里，中银大楼在这里，有没有？好，如果中国银行及汇丰总行的最高点画一条线斜线，长江集团中心就在这条斜线之下。你看来，注意听，来，你看，它就这样画，这样画下来，有没有看到？再次来，有没有？这样下来，下来，它在这里，所以你看，它是四四方方的这一栋，所以各位袁老师都刚各位铺陈好了。你看，所以它建筑，你看它中规中矩的，它叫取局方正，有没有？所以是有很有规矩的人，很有礼教的一个什么好老板。哦，真的，这东西我们很敬重的。你看，包括他的国师，你看陈朗国师也是那么的谦冲，那么的有容乃大，对我们这些后进，这些易经的后进，这些老师也好，都很提携，而且遇到就哇笑嘻嘻的，好好努力，加油，加油！哇，真的，你会遇到在那种易经。两岸三地的易经大会上面看到这，你会觉得很感动哦。当然有合影，但是袁仲老师先暂时不公布因为这个尊重啊，尊重啊，有合影有合照。好，来再来，长江集团，这张就是老师要跟各位来铺陈的。袁仲老师的 FB，它简称为叫什么？脸书、脸谱面部，这是内地的讲法，源于美国，都是源于美国。它是美国社群网络服务及社会化媒体网站，是不是红了多少年了？将近
十二年再加六年，有没有？从2004到现在，有没有？包括到去年都还是最红的，最 number one 的。怎么说呢？因为脸书，你注意听，所有的媒体广告，包括数位网络的广告的销售，那个广告费最多的，每年花费最多广告的是谁啊？就是脸书。那相对为他赚进饱饱的什么那个差价，那这些广告费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他的客户啊，有没有？我们说在脸书登广告要不要付钱给脸书总公司啊？要啊，说他就赚个差价，说他赚的钱包满满的。果不其然，我们祝贺我们祖克伯啊，这个大总裁啊，有没有？但是呢，曾几何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甚至在2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要有一个伏兵了，有一个那个隐藏性的竞争者，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地的，来自中国的什么叫 TikTok，叫抖音，有没有啊？有没有抖音？有没有？哎，你看5年前就开始讲，慢慢的讲，来侵蚀它的什么，来讲来跟它竞争它的什么市场了。好，你看哦，所以脸书大家都知道，我们就略过哈，这是它的总部，这是它的总部。OK，好，总部在也像，但是重点来了哦。我们现在还是以长江集团这个名称啊，CACA 啊，就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不对？集团实业。好，那我们说李总裁他的投资，大把大把的投资，金钱投资在 Facebook，他有没有怎样见好就收啊？甚至再把赚到的钱这样再去做转投资，有的。那现在严重老师就要讲出这个所谓的他们高层的一种对外公开的什么财务报表啊，当然也是一开始是机密了，现在公开了。系统风险就是它可预知、可管理的，所以说我们总裁很有智慧，他也知道说没有永远的王，他在指 Meta，在指脸书，也在讲 Google，Google 都是王啊，都是龙头老大，对，啊，搜寻引擎的老大，脸书是什么？社交媒体的老大，但是呢，数位广告霸主地位不保，就代表他的营业额这样往下拉了。Google 也是一样哦，他们是前1名跟前2名哦，那现在目前。坐山望二的是谁，知道吗？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 TikTok，对吗？那袁正老师很有趣的把它讲放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亚洲的这个抖音，有没有？那代表它发源于我们亚洲啊，就是我们的中国啊，有没有？所以要给我们这个抖音啊，按个100个赞，对不对？来自我们这边的技术跟我们的什么观念，因为我们就知道微信的嘛，它一开始就是抖音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讲符合我们内地啊，有没有？我们要。1分钟到2分钟的什么那个视频的限制啊，哦，还是那个语音有没有？所以它是针对1分钟、2分钟。那后来又慢慢开放到什么？到3、5分钟到10分钟。哎，果不其然，因为我们内地使用的人口多，加上它又方便，然后整个的什么上线入口又很快，所以说已经累积了好几十亿的什么使用者，已经这样大大的盖过了什么脸书，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不，而且不打紧，还讲登陆美国。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文字跳动有没有直接去美国上市，造成怎样他们的国安局这样大震动？所以说跟这个 T 有关系的，TikTok 是国际品牌，那抖音是我们内地我们本土的嘛？啊，本土我们自己的哦，就是整个国内有没有？就中国国内的这个什么它的品牌，那在内地就很有名，已经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那 TikTok。也是一样造成全世界的轰动啊，像袁正老师也会用啊，有在用啊，有时候把我的一些即兴的演讲，像5分钟、3分钟的，甚至10分钟以内的，也都会变成叫助理嘛，变成 TikTok。哎，我跟各位讲，甚至都胜过很多那种效果跟那个效率啊、效能都大过这个 Facebo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不是所谓的系统风险加上非系统风险，就是不可预期的啦、啊，有没有？即使透过管理跟事前规划，都无法降低。营业的损失有没有？甚至营业的什么缩水的？这就是他讲脸书啊。那来，我们讲回来长江集团，这个跟李总裁的投资事业有关啊。因为他是大股东，他有没有警觉到、去察觉到这个这个动作？有的，所以他很早，他本身的有的股票就已经脱手了，已经在转进了，了解吗？所以这就是袁东老师今天要透过长江集团这个投资文化跟企业文化，以及他的命名有没有？他改自己也改名字啊，改成 CA 有没有？改成 CK 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是有它的有所本的，跟我们的姓名学讲息息相关。那其实讲的回归到本源就是什么？就是易经的什么阴阳五行的什么生克制化。那
我们李总裁果然是个中高手，他就知道说这些东西他会有没有所谓的永远的王，因为他懂得《易经》里面讲的叫什么？叫物极必反，了解吗？啊，说《易经》的可以用在商业管理，《易经》可以用在什么？人事的管理，《易经》可以用在大格局的大事业的什么？在做决策，甚至做预测，不是只有做决策，他可以先预测，了解吗？啊，所以《易经》它本身就是一种，你可以说它是天书，它实际上在落地之后呢，它就是在针对这些企业经营者还是我们这些顾问呢，很好的一个什么很有用的什么工具书，也是一个智慧之书，好不好？所以值得大家讲，一起来跟袁总，好不好？我们继续把研究看下去，好不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张图很耐人寻味哦，好吧？这张你们看到袁总老师，袁总这边在框一个这个东西，好像一个大脑的形状，那个形状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也是 Facebook 的隐忧之一，也是 Google， 甚至他甚至已经讲开始动摇了 Google 的什么这个搜寻引擎的什么霸主的地位了，因为它是属于什么人工智慧的什么机器人。好，待会我会讲。所以说，你看，我们再回到李总裁的角度，你看哦，他面对这个非系统风险，就是包括你看疫情嘛，有没有？那这边袁总老师有没有提到所谓的非系统风险，包括什么？像疫情政策，你像有没有？像大陆的这个五教界，他就遇到政策的一种修正，也是一个非系统风险嘛。那疫情 COVID-19 是全世界的什么非系统风险？大家都首当其冲，哦，都要讲去做避险，甚至讲去做停损。还有一个，来，袁总老师把这个 CHATGPT 啊，也当成是一个各个企业，包括跟各位讲，也包括我们个人、哦、的一个非系统的什么会定数。当然我们个人不用当教风险，我们是一个什么要学习的，要去注意的什么的专业技能，甚至是一种生活的习惯。那就像2007年，对吧？贾博士发明的这个什么 iPhone、哦、我们现在 iPhone， 袁老师真的 iPhone 我第一期、第二期都有。哎，iPhone 的是不是一推出之后呢？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手机有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的什么使用习惯，人类的生活习惯。当时大家笑说："哎呀，你这个没有按键怎么用啊？怎么滑啊？"大家还笑他。结果2年之后，大家讲全世界风险是不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人类的生活的什么品质的提升，甚至人类生活习惯的大变动，有没有啊？是不是有危机？你看 Sony 这些做收音机的、录音机的、DVD 的，什么都讲。都被怎样？被整合了，都被怎样了？被融合在里面了。所以是不是就是危机啊？那一样道理，今天换成脸书有没有？脸书人家出来的时候，脸书跟 Google 是不是也会被怎样？被竞争，甚至被取代掉？那我们个人是不是也要跟着这样提升我们的什么使用的习惯跟我们的什么知识啊？哎，生活习惯对不对？好，所以说是不是属于回收系统风险？长江集团是这样子，脸书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危机意识 ，Google 也是啊，哦，那 TikTok 都已经有够伤脑，让大家很竞争了，居然3个月前 OpenAI 的啊 ，OpenAI 就是我们讲 ChatGPT 聊天生成型训练啊，预训练变换模组，哎呀不得了，英文叫什么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它可以翻译哦，它可以做人工的语言的什么创作、哦，可以创作、作曲、作曲哦，作词、作曲，甚至还可以帮你写文章，哇，多好啊！哦，但是这个都是我们人类，我们现在当下的，当下的这些现代人，当下啊、哦，我们活在当下，把我们现场的每个家人，我们要去面对的啊、哦。现在网络上已经都在大量的传这个 CHAT GPT 的这个使用的这种引带啊。哦，所以很精彩，来，那我们就把袁总老师就把它放在这里，代表什么？它是来自于母大陆的，母大陆就是我们讲是女性能量，就是我们那个啊，亚特兰蒂斯在这里，亚特兰蒂斯它是属于比较男性能量哦。顺便复习一下那个太极阴阳，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整个企业的什么文化有关系，因为逆来要顺受嘛，对不对？没有错 ，TikTok 来势汹汹，对脸书还是对李总裁的投资界来势汹汹，但是讲它可以讲进可攻。退可守，他可以这样，也可以转投资啊，甚至他也可以当他们的什么天使投资人啊。所以像 TikTok 我所知道的很多大集团都是讲投资。那像这个 OpenAI， 我们就看下一张 OpenAI， 好，
这就是我的那个 BCG 矩阵。我们先看下一章，来介绍一下这个 Open AI 是在哪里啊？开放人工智慧，一样，它也是来自于美国，它跟那个脸书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这种科技的这种那个整合它是友好的人工智慧，所以说一推出啊，就像当年的脸书一推出的不到3个月、半年，哇，红遍全世界啊，还没全世界那一样。我刚才讲过，十年河东啊，应该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优秀。那这个，在你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候，我们身为一个消费者，还是身为一个企业主，身为一个企业的一个投资者，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呢、啊？而且要动足先机。就是说，讲白了啦，以李总裁来讲，就是我来当你的大股东，我来当你的什么董监事，了解吗？这就是我们天使投资人，他们是大老板的他们的智慧跟他们的动足先机的什么那种高度，所以说我们赞叹当我们在讲姓名学、讲企业的文化、讲企业的命名跟企业的风险，有没有？我所谓的系统风险跟非系统风险，你看这个 Open AI 现在几乎就是所有的企业的所谓的非系统风险它是不可预估的。我刚才提到 AI 的这种跳跃式的这种进步啊，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电子产品三年一个 cycle，以前是10年，再来变成3年是一个cycle，像手机就是1年1次嘛，对不对？我跟各位讲，现在连这个手机啊，我听那个业界在讲，我是听宏达电的一个那个总经理在讲宏达电，各位知道吗？以前宏达电也是很吃香啊，但是后来讲也是慢慢就退出市场，但是他们也是慢慢的发展这个元宇宙的那什么那个手机因为他们说现在的电器产品不得了，现在是3个月不到就一个 cycle 了，那是这个 Open AI 一出来，我跟你讲。那是不是更快的那个周期是不是更短呢？那更周期更上面的周期更短，代表什么？对企业界都是一种什么成本的付出跟什么压力？因为你要不断的去 R&D，你要去帮你开发，你要不断的投入你的研发成本，是你要制造出成本，对不对？制造出商品，你需要更多的什么库存啊、成本啊，你要投入材料啊，了解吗？所以 OpenAI 它相对也给人类带来便利，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便利的使用。但是相对对它的行业啦，还是相关的产业，是不是都会造成所谓的非系统风险的损失啊？对不对？所以要及早做规划。所以说我们李总裁一样，再回归到我们的李总裁来，我们就知道说他是跟伊隆马斯克也是邻居了在那个什么旧金山的米圣区，你看是不是都来自加州啊？都来自于什么矽谷，对不对？所以你看，像刚才在提到哈维艾克，还有我们那个纳瓦尔宝典的这个投资者那个大作者有没有？他们都是来自于戏骨大成功者、大天使投资者，都是一个大的企业家。一般我所知道这些大成功者，他们都很有名包物里，都是有那种社会企业社会的责任都是一种很好的什么企业家，也是什么慈善家所以我们赞叹，给他鼓励鼓励，给你们按赞好。但我们李总裁还是回到我们李总裁，今天要讲李总裁对不对？所以说长江实业的什么投资产业 BCG 证。所以说，跟各位讲，袁中老师以前在润泰也是在财务分析、在财务部、在经营分析，所以我们都会用 BCG 矩阵为老板，不管是在地产业还是在他的大润发，甚至要成立一个投资要那个光华管理顾问公啊管理学院，我们都会把它变成把光华管理学院变成一个品项，套到这个 BCG 矩阵，就是这个波士顿管理顾问公司的什么这个经营理念里面去做所谓的什么策略跟什么。经营的什么风险分析，好不好？那当然，我们李总裁旁边这么多国师，他们一定会把抖音、脸书，还有什么 TikTok，还有什么这个 OpenAI，有没有？就是我们的 ChatGPT 加纳入这个体系，谁是所谓的明星啊？谁是所谓的问题小孩啊？谁是现在的现金流啊？谁是过去的什么未来的老狗啊？你看是不是就要与时俱进？所以说，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回来好不好？我们用这句话来做个 ending 啊。真的没有永远的王，在产销界、在营销界，尤其是在产业界、在电子 AI、IT 产业，没有所谓永远的王。Meta 数位、Google 不就是这样子吗？好不好？所以谁是新对手？我们不妨用我们的现在研究疫情、研究姓名学的这个角度，我们所认识的大老板、大企业品牌有没有？包括 Meta 也好，这些有没有？各位员工、袁中老师帮你们列出来的，我们不妨这样做个审视，然后用个欣赏的角度，我们这样。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使用者而已，我们想不用那么的像他们那样大费周章。
我们用欣赏的角度，很轻松的，一方面研究姓名学，研究企业的名称，还是说你有投资股票的，你在研究股票的这个名称的时候呢，还是选择公司的时候，都可以作为选择标的的什么判断依据，很重要，会不会赚钱，它的财务好不好，是不是可以买你的股票做它的股东，你就会赚钱，就学习李总裁，做长期的投资，有没有？看远不看近，好不好？所以祝福大家，好不好？好的投资，好的规划，好的预测，好的财务结果，好的什么丰收，好不好？好，祝福各位，谢谢各位哈。来，那我们现在好，我知道今天袁总老师因为要讲这一趴，所以讲了多了一点的。来，我现在好来看大家可能没有，我们现在好，来来来，线上的朋友们，来，我看看一下，刚刚有没有陈柳俊那个？目前现在还有谁那个人呢？我看一下，我把他先来，现在来那个悟奇老师，悟奇老师，你现在有没有在吃饭啊？我上次你是在吃饭，来，我看一下，来，请开，你们可以开麦。袁总老师今天讲的多一点，因为后面这一趴实在太多了。来 ，Hello， 今天谁在啊？我现在找一下那个游标。教练老师是旁听吗？哎，教练老师没有声音。好，琪老师 有在做那个回放，我知道，好，欢迎哈。好，郑佑教练现在在大班在忙。好，悟奇老师在不在？悟奇老师，还是我麦都把它关掉了？没有吧？哎，好好的 ，OK， 你有留言哈。那我现在讲哈，因为今天讲了这个，因为太多时，今天讲这个是时事，因为就是有线上那个越南的那个台商老板，他希望袁总老师在讲姓名学，而且是企业文化这一块，所以这一块今天后面这半小时，其实将近45分钟哈，将近40分钟，我希望都会回放，我把它另外做一个那个视频专辑，我会给这些台商包括港商哈，因为你们都首当其冲，因为现在 Open AI 也好，还是像 TikTok， 在我们的行销部门也好，在做营销都相当的实用。那 Open AI 它甚至在学术界都造成很大的大震动。好 ，Open AI 啊，刚刚不提到，它可以怎样啊？它可以怎样？它可以作为什么一个生成器啊？就是取代人脑。注意听，不仅取代电脑，它是取代我们人类的一些人脑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创作、作词作曲，包括写文章。你只要把它给它一个关键字，给它一个大方向，给它一个大纲，因为它的资料。讲白了，他的时候这个大数据够大，也就是他的脑容量，他的那个什么机器人的那个脑容量够大，他不仅还可以跟你下棋之外，以前那个什么 IBM 那个下棋那个都已经很早期的，现在不仅可以跟你下棋之外，他还可以跟你讲谈谋略，还跟你什么谈那个策略，你看可以做到跟仿真啊，就是跟人的人脑的那个什么境界，所以说当然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也要一个醒思的哈，就是说，一定有它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品质提升，但是相对的，它的一些有关在伦理道德，我们讲的行业中现在讲这个话题就，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我们说，包括我们讲试管婴儿，对不对？讲试管婴儿也好，还是讲这种基因改造，甚至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量子的什么移转，注意听哦，量子移转都是量子通讯，以后到外太空去有没有？甚至我们的太空站跟我们地球有没有？中间的一个转换，那都是未来的科技哦，就讲了量子一个重组，这都是未来的科技，也就是你在星际大战那个科技片里面看到的那些场景啊，都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以后袁总老师要去看风水的时候，也不用订那个什么那个国泰航空的飞机票了啊。假设那个就是我们李总裁，他都是这么先进的投资、先进公司的那个大企业，对啊，表示有一次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尾牙好了，那我在台湾要去参加香港的那个尾牙大会的时候，搞不好这人都不用出门，对不对？我就那个虚拟实境一样，人就过去了，啊，还99%的那个拟真的效果，所以说这都是可能的、可预期的未来，好吧？所以大家先把身体养好，然后一个谦虚的一个什么？平静的心，好不好？把自己的能量记得，不管怎么科技再怎么变，终究哎，还是那句话，科技终究来自于人性。所以袁总老师最后用这一句话来跟各位来勉励，好不好？
真的，科技终究还是来自于人性，人性的那个自信，自信，你那个自信有没有？本质具足的那个自信有没有？它可以能生万里。所以说，现在看到这个什么 Open AI 也好，还是什么这个 TikTok 啊，是以后再过3个月，搞不好要一个更好的一个什么一个话题，一个科技的一个什么，不管是人工智慧还是玩这种量子科技的什么，哦，还有之前提到有没有量子啊、脑场的科学的应用有没有？这都是我们未来1年甚至3年之内会可以看到的。袁总之也预计我们啊，包括手机这个以后会整个的各大大跃进。我们都讲来自于人性，好不好？所以满满的祝福一样，我们还是不断的要讲，给自己能量满满宣告。哦，当我们在思考很久的时候，还是说在做决策，还是在当下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有卡关的时候呢，卡的时候呢，不妨一样，我们可以闭目养神一下。哦，你可以做像祷告一样也好，还是你说很自然的，就这样能量满满的结合这个手印，一个金字塔。记得，我们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什么转移站，好不好？或许你现在，为了很多的财务的问题，还是企业老板，你为了一些产品的营销风格问题，有没有？还是人事的管理的问题，在伤脑筋，不妨这样来上袁总的课之后，还是说在线下你在回播在听课的时候，这就在这个当下，你不妨跟着袁总一样哦，时常结这个一个 OK 哦，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双手合十，然后张开哦，是你可以放在胸口，放在肚脐都可以，对不对？哦，是你可以转圈圈，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放下，刚刚那些科技啊，那些所谓的人工智慧啊，什么机器人啊，都放下，脸书都放下，因为还是来自于这种平静下来，我们说定静安虑的，好吧？所以在此祝福在场的企业老板，遇到很多的这些挑战，还是我们当下的企业的任何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产销人发财，甚至包括另类管理，哦，风水啊，无形的这些磁场啊，还包括有关这种无形的，包括这种信仰啊，还是财，哦，财位啦、啊、神明啊、祖先牌位也好，风水也好，我们都讲要平常心，好不好？因为定、静、安，然后讲为虑而得，好不好？所以心想事成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自信，好不好？来自于对我们身心灵的平衡。那怎么平衡呢？袁仲老师，我们不讲口号，我一直从头到尾，从居家风水办公室。啊，居家办公风水实务班到我们的袁中姓名学跟企业风水班，我们就希望说跟各位老板讲，当下你就具足了，怎么具足？要有所本啊，对不对？就是我刚讲，你随时都可以讲，是不是结这个十全十美的手印？好，那我们就说讲，哦，我们那天有去企业做那个教育训练，在袁中老师在前3天啊，然后在台北，那么企业那些员工都好好玩。那就那个，比如说，那你是那个客诉中心的那个听电话那个主任，被客户这样讲，打了一通电话来，就这样，哇，很不客气就跟你这样，就开始开骂了，甚至给讲一点不好听的话，complain 了，甚至用谴责了，claim 了，对不对？那你就讲，一边听电话，讲一边都这样子解这个手印，叫止痛手印，不要小看这个手印哦，你这样捏起来，你就会看感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的心跳，哎，对，你的能量就守恒了。就不会让这个音波这样造成你太大的干扰。即使他一直在干扰你，因为你要听嘛，因为老板你要上班了，就不能不接电话，所以你要把它录音下来，对不对？先录下来，那个什么听筒拿远一点，了解吗？录下来就要听筒拿远一点，不要拿太近，然后接这个手音，好不好？所以你可以放在心窝，放在喉咙，好不好？你就这样，当下你就是一种自在了。所以我们上班你要自己要讲，要懂的方法，懂得好的这种。有智慧满满的能量满满的方法，好不好？因为这不花钱的，好不好？好，这是口酸了，这是走接电话算了，赶快换过来，换这只接，啊，换这只手接，好不好？你看多自在。所以我们这袁仲老师很喜欢去上那种企业的赋能课程，包括姓名学也好，还有这种手运疗法。因为手运疗法它不花钱的，包括可以，这就是金字塔嘛。我说造生机有没有？袁仲老师，你有兴趣的话啊，现在你看回放的，袁仲老师在原量子也好，还是在我们内地的那个什么全球路演平台那个微信里面，我都有回放那个有关科学升级也好，哦啊，包括怎么你用这个手势的金字塔，你都可以想不花钱就可以为自己的做升级，就是什么就是能量金字塔，好不好？OK，好不好？今天很开心，今天因为大家哈，我好，今天大家都很客气哈，没有问，因为今天袁仲老师就是讲的比较多，由我来
算自问自答。那因为刚刚的那个问题哈，有人听说是在说格局派的那个什么风跟和，那个我下礼拜会讲，因为那个会论到感情，还有论到包括那个会克制的，有没有？就是不孕症哦，会看得出来，那个就已经有结合了所谓的什么那个什么我们讲八字的那个什么那个原理的，有没有？我们在第一章就讲到了，我还说你是对冲还是合冲哦，平冲。还是说你是我克者为官那个嘛，我克者为财嘛，对不对？那克我者为什么？为官杀，对不对？还有生我者为什么？为印啊，那个就会看出你有没有这种克制的，就是说这个夫妻很健康，去检查生理都很健康，但是为什么孩子的这个儿女的这个什么这个现象呢，都没有发生，甚至都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儿女，哎，怎么看？对不对？在阳宅上，在风水上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损丁财的？有没有？上礼拜有提到，去怎么去把它破解，甚至透过严重老师这种专业的老师去帮你在阳宅上磁场的调整，甚至在你的什么整个作息的什么调整上。好，我们不是医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物理的，我们讲现在流行的什么物理农业嘛，物理的什么这种疗法有没有？就是没有侵入性的，甚至透过一种自然的什么本具的什么那种能量的启发跟提升，那让你的身体健康提升的，甚至从亚健康提升一种更健康的状态，好不好？这个都是我们到时候在这个论断上会着力的，好不好？那今天也素颜中，因为今天真的因为我太多那个台商老板他们希望要听今天这个 Q&A，所以袁中老师稍微占用到你们后面半小时的那个 Q&A，好不好？所以有些人现在还在线上，但是我知道你们上其他大班，因为你后面8:30就不外面开麦嘛，好不好？好，所以现在今天哈，原上我们就先到这边。那我先把它，我看一下哈，我先把它做分享，先离开，好不好？我现在用最后这一张，用最后这张来跟大家做一个 ending，就是这一张，互相来勉励，好不好？记得大企业有所谓的，在企业管理有所谓的系统风险跟非系统风险。那我们的人生啊，我们在学格局派、学姓名学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也有所谓的可控制风险，就是系统风险，还有所谓的不可控制风险呢？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做个明白人，好不好？给自己满满的什么学习的什么能量。哦，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像我们物理老师，你看都已经是哲学博士了。我们嘉颖老师都是那么优秀的，都已经是硕士，好几个都是优秀的硕士以上的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哦，而且都是还是当上干部、家长会长，都那么的有成就了，都还愿意的。来放下身段来跟袁中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个这样中华文化的这些汉字的学问这些优好良好我们的一个国宝尤其像姓名学这种所谓的阴阳五行，然后还有我讲过了，姓名学它其实是很生活化的叫名相，好不好？一起来讲，来学习跟分享，真的都很感，袁中都很感动，好不好？所以今天连上时间上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9:05了，好不好？我们会先到一个段落，那待我们先把它分享结束之后呢，要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因为现在大家有开都是用留言的哈，没关系，因为你那个问题都是要下礼拜再来继续回答，好不好？因为已经是下礼拜的进度了，那今天就没有直接一对一的，好不好？没有这样直问直答。来，我看一下哈，我来欢迎大家哈，来，我现在先把我的分享先离开哈，那记得这张要截图啊，系统风险跟非系统风险这张，还有什么？这个 OpenAI 这个还有 TikTok 这个嘛，这张图真的很有趣哦。这张图我这张图，我这个那个 PPT 有一个句子他说袁仲老师，你这张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因为你这张除了有那个古老地图之外，还有把那个抖音跟 TikTok 放这个地方很有创意。我说好，可以的。他要拿去登那个什么商业杂志我们国内的某一家不讲哪一家。他说这张借用他一下，我说没关系，我不收你版权，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跟助理把它想出来一个点子，因为的确抖音真的是只要跨海到中美洲，甚至到欧洲去之后，造成什么大震动？你看谁震动啊？脸书都紧张啊，脸书都紧张，你知道吗？甚至讲还透过国家的力量怎样来限制我们抖音的什么发展？有没有？说这都已经是去年的新闻了，现在都不用袁仲老师讲了这代表什么？科技的什么无远弗届啊？还有他那个渗透力，跟他那个什么，对消费者的那种吸引力，真的，真的
很特别，而且很值得我们去这样继续研究、去欣赏下去，好不好？因为我们说不悔的人，不悔的人生是什么？能学多学，能做多做，能看多看，对不对？能尝试就多尝试。像袁彤老师现在那个 Open AI， 你知道吗？我大概是下线的时候，我跟你讲，刚刚已经有很多人传那个 YouTube 的影片给袁彤老师，在 Line 还是那个微信的，尤其像台商老板他们都很热情，因为都他除了感谢袁彤老师讲这一集，因为他这一集他就可以把它截录起来，他们要做教育训练用。注意听，袁彤老师刚刚后面那一拍，就从大概8:15讲的这些有关长江集团失业的改名跟整个脸书的投资这个决策，它就是一个教案了，好不好？所以袁彤老师今天是有点像企业管理的方式在教后面这一拍啊，所以说后面用到你们的那个占用到你们的 Q&A 的时间，我这点比较抱歉啊，但是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多的是时间，因为下礼拜隔几拜都交到差不多，对，下礼拜 Q&A 的时间占2/3。言下之意，袁彤老师下次就要由你们来高谈阔论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各位来，我先把它分享之后呢，然后来给各位来，我分享的，我们看一下，哇，太好了，郑廖教练在现大厂忙，我知道哦，很开心。悟喜老师，我要看看悟喜老师是不是睡着，还是在大厂忙，还是跑去那个要去吃饭去了。悟喜老师在吗？在吗？今天哦，那个嘉玲老师没有啊，今天没有问题提出啊。你今天都听袁彤老师唱独角戏吗？今天听的有听到我的讲什么吗？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没有啊，就听你在复习那些姓名学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讲到长江集团这个悟喜老师，你也是气管的啊，你也是气管，应该有一些高见给我们回馈一下吧。你听有关长江集团啊，好不好？悟喜老师，你企业管理的硕士啊，你现在是哲学博士啊，给我们一些高见好不好？简单的回馈，简单的问题了，还有，好不好？没有啦，你那个长江集团那个字那么小看不到啦，我用手机看字太小了。没关系，我这个回让你到时候哈，我放在那个大群里面哈，因为长江集团那个就是因为它资料多，对，我知道，用手机看会比较吃力，对，好，好不好？好，这个也是很好的回馈啊，就是说以后我尽量把那个字还是不要那么多字啦，因为今天就是。我刚才讲，因为今天其实我后面那半小时是在讲给一些企业主，尤其是台商，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那个 IT 产业的，好像那个郑耀教练他本身也都是理工方面的人才哈，像我的孩子也都是在南科，在联电跟台积电嘛，他们都很想听说目前有关这种 Open AI，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所谓的聊天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哦，好长啊，哦，这个哦。ChatGPT 的什么那个震撼力跟它的那个影响力，好不好？所以物理教练，物理老师，哎，我刚才教练，你是教练的物理老师，真的我们互相勉励，好不好？因为你真的你博学多闻啊，你的学问都在我之上呢，你的整个研究方法，包括你提问的能力和功力都在我之上。那袁彤老师只是想喜欢讲啊，比较喜欢把我内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说莫见怪，好不好？因为真的今天照讲，今天我。都有 Q&A 的时间，但是因为后面那边的讲的着力比较多，好不好？来，那我现在再来啊，嘉玲老师是不是已经在编码？不是去上课的啊？嘉玲老师在不在？嘉玲老师，因为嘉玲老师也很感谢你哦，你有提到说我那个，哎呀，谢谢你呀，好精彩的分享哦，哎呀，感谢你的无私。对，那个嘉玲老师，我们今天的我刚刚讲前半段就是总复习嘛，对，还有包括那个什么，那个象形字那个，其实今天真的能量满满哈，哎，谢谢大家的那个支持跟给力。那后面这一段好不好？因为江林老师，其实你客气了，你现在不是有我们元宇宙的专业课程吗？还有我们现在伟贤老师那边的整个这个有关不管是 NFT 啊，其实 OpenAI 跟 NFT 以及跟那个 TikTok，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你知道吗？有没有？我们的那个元宇宙的那个虚拟平台，其实都是用到 Open AI 的一些技术啊。